这么热的天儿，花这么些钱坐这儿听我们这瞎说，嗯，我们得对得起您各位。是，当然也有人今天晚上没来啊，没来的后果自负。哦，有什么后果呀？后果很严重啊。什么后果？省不少钱。嗯，哎，就是省钱呢。不来了，我会记住你们的啊。哦，别让我在街上碰见你们。好家伙，听相声多好啊！啊，多快乐呀！真高兴、啊。天底下还有比这个好玩的事吗？是。我跟您说，我都愿意坐底下听去。你我们这行为什么我好喜欢相声？哎呀，干别的干不了，就是因为这个太快乐，这酷爱。包括于老师也是，嗯，心里有什么烦心事一说相声全忘了。那倒是，真的。你看，举个例子啊，于老师这人吃五谷杂粮，嗯，人非圣贤，这谁都有个生老病死啊，心里难过了不舒服，这都有可能啊。啊，那倒是，是不是啊？嗯、比如说于老师，嗯，外地演出回家，哦，到家门口一看，哎呀，大喜事儿，什么事？房塌了。哎。我们房塌了算喜事儿啊，就是万幸自个儿在外地没赶回来呀、啊，啊，没砸着，再战呢，非死不可，哦，必死不可，嗯，哎呦，死了，然后一瞧，房没了，哦，房到门还站着呢，光剩一门了。于老师掏钥匙，这我还开什么门子呢？干嘛？确实塌了，这不是废话吗？我用这么验证吗？哎，喘了口气，坐下吧。坐哪儿啊？门口找一台阶坐下。哦。两根烟，还抽烟呢，自己就抽了二手烟了。哎，嗯，对，我得说相声。哦，还有场，烟头扔了，啊，站起来上德云社说相声。哦，家里这茬忘了。我这心也太宽了吧！我这么大事儿一说相声都忘了。关键到后台有我们这些人啊，劝你。哦，你们能劝。咱们是好朋友，那倒是好哥们儿，朋友。生活中经常这有人说了，嗯，我可以没有亲戚，我不能没有朋友，还真这样。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都是老话。什么叫朋友？这俩字儿怎么来的？您能解释吗？上古的时候啊，啊，人们那会儿不花钱，也没有什么铜币啊、纸币，那是后来的事情。哦，当时呢，就拿贝壳当钱。我拿贝壳流通，因为上古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生活在黄河流域，嗯，想见海里的贝壳不容易，哦，所以觉得贝壳很珍贵，嗯，就拿那个当钱来买东西，画贝壳，打个眼儿，拿绳子一穿，五个贝壳穿好了，嗯，就这一串叫一髻，哦，两髻叫一棚。家里来了哥们儿了，这是我的友人，哟，嗯，咱俩得出去吃饭去，是，请友人吃饭。抓起两串贝壳来，这叫一棚。哦，能担起这一棚的友人是我的哥们儿。哦，所以说这叫朋友。听相声长知识吧。你瞧，这是这个出处。棚字是两个月，嗯，两个月亮都能到一起，说明了物以类聚，嗯，兴趣相投。这是朋的含义，友代表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叫友。您可记住了，朋包括了友，友并不包括朋。哎，啊，这个朋友啊，分多少种？是吗？酒肉朋友不也是朋友吗？那也得算呢，对不对？吃饭喝酒有，他一沾事扭头跑了也有。酒肉的交朋友不交这样的朋友？对，各种朋友。你看，比如说，咱们有那叫盟友，有这么说的。哎呀。张三李四啊，嗯，我跟谦儿哥，我们是盟友，结盟，结盟拜把兄弟。对，啊，又这是谦儿哥，我们俩好，他是我大哥，嗯，啊，为什么我跟他拜把子呢？为什么呢？嫂子好看啊，什么目的呀？您这是不是不是，就嫂子大气，那也不像话呀。自从见着他媳妇儿，我就想，嗯，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目的太不纯了，您这也就是盟友，哦，有一种挚友。挚友就是两个人的交情到一定程度了啊，真挚的友谊，哦，说明这个关系。哎，你看笔友，笔友是现在少，过去就是笔友。嗯，怎么讲？哎，这个于老师住北京大兴，哦，哎，交了一个顺义的寡妇。哎，我就找一寡妇，还得到顺义找去，天天写信，写信，互相的，你西一封我一封，俩人交朋友。哦，这叫笔友，还见不着面。哎，现在网友。啊，对，有网友交什么？交一网友。对对对，哎，互联网上认识的朋友。是嫂夫人没事就画的挺尊门，换上衣裳，啊，见网友去喽。哎，去哪儿那么些网友啊？说这个意思，啊，哎，驴友。什么叫驴友？背个登山包旅游的朋友们。
哦，旅游结伴的。哎，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旅游。咱们这驴友，对，哎，驴肉友。什么叫驴肉友？就好吃火烧的那一帮。没听说过，好吃火烧交什么朋友？他们那是一波驴肉友。龟友，小女孩们在一起交的朋友。哦，叫龟友。哦，闺中蜜。哎，闺蜜、嗯、对对对、嗯、龟友。鸡友，好集邮的这帮人在一块儿，幸亏我没问啊，你知道吗？你没问也有你，你再往下说，泡友，哎，好洗澡的，你们都快上台问来了吧？所以说这不一样，这是。现在说就过去来说，你说谁跟谁交朋友、嗯、这俩人除旧之交、哦、贫贱之交、哦、稳静之交、哦啊、患难之交，对，非常非常的多，各种说法都不一样、哦、这个很复杂，交朋友什么学问。那您这刚才说这么些，您具体讲一讲，具体这得说到什么时候，就举一个例子啊，啊，举例子可以，比如说刚才我提的有一个稳静之交，哎，我听见这词儿了，稳是自稳的那个稳，哎呦，静是脖子啊！你可听明白，稳静不是嘬脖子啊！哎嗨，知道吗？不是说谦儿哥见了王寡妇，俩人回来脖子都没听说。我这嘬人王寡妇干嘛呀？我 说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不是那个俩人嘬脖子那个稳静，是知道吗？这个说起来，这惊天动地，荡气回肠。那咱们听听，就得拿个人举例子啊，啊，行吗？哎，你看这玩意儿，不是我说拿个人，你别犹豫啊！我就不犹豫，不犹豫，不犹豫，您就说吧，说吧。举例子啊，啊，于谦，也就是我了。哎，于老师，嗯，跟我的交情，还有您，稳静之交，咱们两个人，哥俩交情太好了。怎么个好法？过命？怎么叫过命啊？得从您开始说。那是，于谦老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嗯，怎么了？有雄心壮志。哦，曾经说过这么句话。我说，大丈夫生六尺躯，何不令其千古？什么意思？就说老天爷生了我，养了我，有我这么一大个子、嗯、我不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哦，千古留名，这是雄心壮志啊。哎，好啊，您是这份真好，有一个愿望，对，自己要成一个万元户。我这什么千古留名啊，我成一万元户，我就至于这样？你们一乐我得批评你们。怎么了？这里边有时间的限制，有时代背景，不是说今天，今天他说我当万元户，大伙知道这人没起，这不是说现在，什么时候？去年也不怎么样，这个也不怎么样，这个反正这模糊一下时代背景吧。啊，这很多年前于谦说了、嗯、我要当一个万元户。哦，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幸福。那倒是，支持理解啊，每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对，对吧？嗯，他很努力。哦，哎，很努力，就想有一天我从万元户一点一点的熬、嗯、我会熬成世界上的大富商。哦，就我就这么熬，世界富商前十位得有我于谦。这可就不小了，把工作辞了，干嘛呀？每天在家等通知。我瞎了心了吧？我等通知能等来吗？这个工作都辞了啊，怎么还没人通知我是世界首富呢？嗯，着急呀、啊！我这干着急，真着急呀、啊！嗯，天天看着家里的镜子，哦，镜子，镜子，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镜子说话了，镜子哗啦碎，这好，镜子都快恨我了。嗯、于老点一根白蜡烛，搁在面前，干嘛？冲自己喊，嗯。坚强，这嗨，我给自个儿加油啊，努力呀、啊！啊，哪有平白无故的就成了事儿的人呢？对，那是得努力。首先充实自己，我要干嘛？看书，哎，这是对的。奔新华书店啊，一进门就看见，看什么？特别推荐的一套丛书，什么呀？75本一套，卖3000多块钱，这么贵的书。这套书叫嗯，《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门前的事儿就卖3000多块钱。于老师口水都下来，我看着馋啊，我又到厕所了，这是
3000多啊，来一套，真舍得花钱，充实自己。寡妇门前是非多，抱着这句寡妇呀，这寡妇像话吗？这叔就回家了啊，关上门，拉上帘，秘密的，心噔噔跳的。看这书，撕开了包装，打开了塑料布，好好看，捧着看，怎么样？寡妇门前是非多，写什么事儿？这个内容太可爱了。什么内容？马铃薯的栽培。哎，这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吗？这个网友写的，网友网名叫寡妇门前是非多。这网友种马铃薯的，合着是。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那是。上了当，哎，白盼了，也别怨人家，怨我自己，就是我这样的僵尸都不吃啊，怎么呢？没脑子，哎，真能想，哎呀，心里堵得慌啊，嗯，肚子胀啊，哦，3天5天一直这样，哦，害怕了，嗯，我得上医院查查去，检查身体，做个 B 超，哦，男孩女孩无所谓啊，啊，什么男孩女？我怀孕了是怎么着？肚子老这么胀，万一哪天生了也是事儿啊？生得下来吗？为什么肚子胀呢？啊，其实就是有气顶在这儿了，就生了气。到医院挂号，嗯，啊，您这做 B 超，喝点水去吧。啊，是得喝水。常识啊，嗯，憋尿啊，嗯，买了一箱矿泉水，哎呦，坐着医院台阶呢，噔噔，我还真听话，一瓶一瓶的喝。哦，这一箱全喝了，真能喝，撑得喝，还没到我啊，水是不是不够啊？嗯，那有水管子，您开的，嗯，啊，撅尾巴管，蹲蹲蹲蹲蹲喝，嗯，嗨，一回头怎么呢？我干嘛喝自来水啊？医院人家给准备茶水了，哦，那儿有水，一杯一杯的啊。一大托盘30来杯，这是像结石呢？结石？我那是水吗？那个刚喝完，护士过来了啊。那尿样呢？我说什么来了？我给人尿都喝了是吗？于老师无所谓啊。哎嘿，我幸亏没承认，我这个有多少喝多少。哎，别跟人吹了。嗯。等着吧，那是得等着。嘴里边咸呢，啊，还涩呢，拉不开栓呢，多新鲜呢！第四杯也不知是谁的，啊，怎么那么甜呢？行了，我有糖尿病，不用找大夫了。这个，不行，还得喝水，还喝呢。自来水明开了，吨吨吨吨吨，冲冲那味儿。为了稀释一下，甭稀释，人就没人样了。都胀成这样，里边那喊于谦，终于到我了，这儿进来了。嗯，哎，人家。在那儿躺着，躺着吧。做过 B 超都知道。对，躺那儿啊，啊，人家拿一个手柄似的东西，对，在这摁。是 B 超，具体的你太科学东西咱说不出来啊，反正知道是这个意思。对，那个您准备一下，肚子都得亮出来，一会儿给您抹点那个药什么。哎，对，于老师就准备，躺上去，大夫拿过来一回头，把裤衩穿上，光着了，我全脱了，跟人那儿，他以为就都得脱了，我没听说过，穿上。那这是得跟我急，赶紧啊！对不起，穿上吧。大夫说你人不听话呢，怎么不听话？那你穿怎么还不穿呢？穿，我这钉子裤。哎嗨！钉子裤也得有块布啊，这玩意儿就两根绳子。哎，好嘛，大夫气的。啊，好，这秋皮钉这是。嗯、来吧。有一手柄啊，先往肚子上抹点那药膏似的啊啊，那是大夫也恨一掉个儿，哎，说就这一摁的啊，滋，好家伙，都尿到对过墙上了啊，喝太多了，起来，去外边尿去，到厕所了，我这啊，给轰出去了啊啊，大夫在扫地擦地，这跟朋友有关系吗？这。早晚会有的、啊、我就等这朋友呢，我也等这朋友呢，好嘛，你看又搅和又忘了不是啊啊！他说了大丈夫有六尺躯啊，哎，不别从头说了，就是这一摁给摁尿了啊，滋，墙上都是啊，哎呀，让大夫给轰出去了，那是得轰出去，轰出去尿去吧，到中午人大夫休息了啊，你下午再来啊，下午还来余尿余尿，人家叫什么，下午再来吧，那就不能这么叫啊啊，于老
看看表，好，已经十二点了，那正吃饭，上厕所撒泡尿去吧。哟，哇，尿完了，看表，哟，十二点四十了，好家伙，尿了四十多分钟这泡尿，尿完了出去吃饭啊，门口找一地儿吃饭，嗯，等着，等下午再重新来再验这个。还得验，来了还得再喝水啊，那重来啊，喝呗，嗯，就买箱矿泉水，喝化矿泉水，真真真真真真真喝，嗯，喝完了水管子，蹲蹲蹲蹲蹲蹲蹲，这套程序啊，还是看这盘子，我也是记性好，还没人尿，没，我就等这尿呢，是怎么的？大夫说有点事儿，晚来会儿，您先出去溜一圈去吧，啊，出来吧，医院里遛弯。还没到我呀，啊，等着呗，顺着后门出去，医院后边有一条河，哦，整是中午站河边这，嗯，散散心，哦，啊，我觉得这肚子快憋不住了，胀着，大夫还不来啊，找地方尿尿，哟，怎么了？有一姑娘啊，顺着河坡往河里走，哟，水都到了膝盖，越走越深呢，这是要自杀？对呀，于老急了啊，这就。几步就跑到河边啊！啊，解裤子就尿，尿上了，没救人。这姑娘回头看了看他，嗯，上来了，自杀都嫌脏啊！人家，你往那里尿，人得呛死，你不明白吗？哎，你不能死在尿里啊！那是啊，这河沿这草地这儿，嗯，于老师跟这姑娘对面而坐。哦，姑娘看看他，嗯。你知道你是个人渣吗？死了头一句话说这个，于老乐。嗯，我看过一电影，叫什么？《人渣树之恋》。对，没听说过，那叫《山楂树之恋》。山楂树之恋。对了，姑娘，你个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对呀、啊，这么大姑娘长这么漂亮，为什么要死呢？啊、我问问她呗。姑娘眼泪下来，有伤心事儿。我男朋友不要我了。哟。交往三年了，嗨，交往三年，你瞧，在一个屋子里边生活了三年，嗯嗯，他不要我，你瞧，他非问我是不是跟李先生好，哟，天地良心，人家姓王啊，什么呀？这你也知道哭啊这个？但咱说句实话啊，孩子是赵大哥的，没，太乱了这个。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我还哭呢，玉洁冰清啊。我怎么听出来的？我这是头一次见我面，这实话都跟我说了，这就玉洁冰清，这是没拿我当外人呐！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呐！我也没见过女神，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嚯、哦，姑娘贵姓？嗯，姓姚。哦，你好，姚姐。这好嘛，把实话说出来了。我叫于谦，我很喜欢你。嚯、哦、啊！我这个一直在寻找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孩哦，我想跟你交往。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有一尿之情是吧？这嗨，别提这个。姑娘说：“哎，好吧，嗯，这难得有人喜欢我，倒是愿意，但是我有条件。什么条件？跟我交往搞对象，你得听我的啊，要求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嗯，也太缺德了吧，这也。”谦儿点点头。啊，车房都好解决。哦，父母这个事儿，你给我一点时间。我的妈呀！干嘛我要杀人去是怎么着？姑娘说：“那我不催你哦，一个月够吗？”这是不催吗？这哎，用不了，用不了，用不了。好家伙，时间还挺富裕。完事你不能连累我，你放心啊，我就说是我哥弄死的。哎呵，全家都卖出去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太好了，天作之合啊，那是天作之合。姑娘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钱，连住的地儿没。这好办，怎么办？我现在带你上银行去取钱，存到你的卡里，好吗？”嚯！领着这女孩上银行，嗯，于谦身上带着啊，就卡带着存折呢。哦，这银行的工作人员对面而坐，嗯，存折一摔，啪，我的死期到了，是，是死期到了。您这个，您说清楚了成不成？我存那死期到了，就是存款的死期，存款到了，划到这个女孩的账上。哦，划吧，划完账了，这工作人员无意中说。说这女孩真漂亮，嗯，你的女朋友很开心是吗？你能抱我一下吗？嗯，工作人员站起来热烈拥抱你的女朋友。工作人员四十分钟，他们俩于老师感动了啊，大爱无疆啊！我这死期是到了，我这
我这能看出大爱无疆来。之后啊，你们两个人就同居了。说同居就同居了。哎呀，一个很漂亮的小区，嗯，你住三号楼，他住四号楼，这是同居了吗？这个啊，我们俩不在一个楼里，不在一个楼里，他住那边，你住这边，嗯，你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过来给人做饭，我该他的，我这做完饭回去想我父母的事怎么解决，这是大事，言而有信呐，我得做到啊，那是一晃啊啊，半年就过去了。嚯，半年过去了啊！这天晚上，于老师躺着看电视，嗯，夜里十二点半啊，电视演《动物世界》，哦，里边说了句话，嗯，交配的季节到了。于老师坐起来了，对呀，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我拿《动物世界》当毛片看了。我这时候才想起来，善良单纯，单纯半年了同居，我这时候才想起来，半年了，我怎么才想起？哎呦，这个男方得主动一点呢。那是啊，不能让女孩瞧不起我呀。哎呦，拿了钥匙啊，还有女孩的房间钥匙啊，那就是了，去找你的姚姐。别提这名字了。来到这儿，拧开了门，进来一看，嚯、嗯，怎么了？女孩跟一个小伙子正躺着呢。嗯，啊，于老师愣了。啊，打扰了啊。啊，别客气了。这俩人冲他乐。嗯，愚人节快乐。愚人节，于老师也开心。啊，还跟人逗呢。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哎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这事儿没完呢，这事儿。就带上门就回家睡觉去了。我就真回去了。事情也没完啊。五个月之后怎么样，有一天你和这个女孩并肩走着，哦，你站住了，我脸色不好看，怎么了？谁也别拿谁当傻子。哦，你以为我缺心眼儿？还是人没有真傻的，这多新鲜。那天啊，你说愚人节快乐，对，你们不应该，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骗我？不说就是，那天是五月十二号，那天不是愚人节呀！你死不死啊你？五个月之后才明白过来，还不傻？那天就不是愚人节啊！路边有卖西瓜的，于老师一伸手把卖西瓜那刀抢过来了，啪，这横在自己脖子上。哦，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要自杀，千钧一发，朋友来了，可等着朋友了。我打人过啊，于群叫我，你一回头，啊、哎，这这我没猜着，我以为我得死在那女的手里头呢，没想到死在您手里头了，我很难过。你这是难过的样子吗？你的女朋友也很难过。是得难过呀，扎在我怀里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攥得好的吧，这是两个小时后我实在累了才把它推开。哎，好，也不累还不推呢。作为朋友啊，稳静之交，我要办理你的丧事。那是一切处理完了，在你的坟前的碑上，我含着眼泪写了两个字。哪两个字？活该。我听着也是活该。稳静之交啊，就这么解释啊。哎哎哎，稳静，开心死了吧。啊，你怎么瞧出来的？满脸的幸福。哎，对，我幸福就这模样。这叫稳静之交。哦，还有一种是忘年之交啊，这我听说过。忘年交，这俩人岁数不一样，嗯，但是合得来。哦，好朋友过命的交情，咱们没有年龄的限制，过得着。你比如说咱俩人，咱俩人怎么，比如说我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那我呢？你是一个七十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年龄差这么大，哎呦，我还是相声艺术家，相声界的老前辈，嘿，德艺双馨啊，艺术家吗？七十岁了，哎，每天下午三点怎么样？你准时出现在北京宣武北纬路甲一号德云社斜对过那广场那儿露天说相声。我都艺术家了，我上那露天说相声。你不在那儿没地儿说呀。我这什么艺术家，这每天准点跟这说相声啊，观众喜欢你呀、啊、爱戴我，你那大批的粉丝围着你呀、啊、哦，把这六个人乐的呀。
就六个人呢，我这艺术家就围六个人听相声，这里还有一个孕妇没生呢。啊，那也不多呀，实际是五个人。哎，这好，不占外边那名额。人跟那说，哎呦，激昂慷慨哦，专门说新相声啊，新相声，歌颂型、赞美型的相声。那好啊，哎，站这儿什么这个夸新农村呢、啊？哦，夸教授，哦，夸学者，夸校长，都是你干的。我连校长都夸呀、嗯！哎呦，无限的赞美，嚯、哦！观众都鼓掌。嗯，说着说着，来帮城管，嗯，摁那儿差点没打死你。这打人，打完之后城管走了，你又站起来，嗯，歌颂城管。我浪的是怎么？打完我歌颂他去。打完以后歌颂他，以后就不打你了。今天来先歌颂城管，不就不挨打了吗？啊，对，我也没想明白这事儿。对呀、啊。啊、然后是赞美城管，哎呦，夸的都不行了。哦哦，观众大把子扔钱，是那钱扔地上，叮了当儿，零钱呢都是，就叮当的扔钱，也有扔整捆的。哦，五千万，哎呦，扔在那儿，有人就点火，这就烧啊。啊，冥币给我扔进来了，每张都有玉皇大帝。啊，行着，那就是烧的。给您扔吃的，面包，哦，哎，苹果，嚯、哦，哎，烧饼那个盖儿、嗯，啊，羊肉串上那块肥的，好，这喂狗熊呢是怎么的？还单捡那块肥的，给你，哎呦，高兴啊！我一定要好好说相声哦，我讲新相声进行到底啊，这是我对我的激励，那是那是，嗯，正说着呢哦，人群外边进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谁呀、啊？一位老华侨，华侨，华侨就国外的待着的，对对，一个赞比亚的老华侨，赞比亚。哎，赞比亚在哪儿呢？你赞比亚你都不知道啊？我不了解这地理。非洲的南边，非洲还得往南。哎，在非洲南边，赞比亚这个地儿出铜，哦，金银铜铁那个铜，那就是出有矿产。哎，有咖啡园，哎，咖啡。哎，嗯嗯，当地还有那个最美的一道食品叫什么呀？叫恩西玛。什么叫恩西玛？就是白玉米碾碎了加水熬成粥，棒子面粥嘛，是吗？还恩西玛还，你查查就叫恩西玛啊！人家老华侨请您上赞比亚哦，到那儿你可以戴着铜戒指啊，喝着恩西玛啊，没事再来杯咖啡。哎呀，我就甭算了。你一歌颂那儿的城管什么的，就多快乐！我这有什么好啊？约您去哦，钱都好说哦，给钱。你一算到那儿去就比在天桥那儿合适多了。那我就不挨打了。守着德云社，这早晚也是别扭死啊，是吧？去吧啊，那得去呀、啊。但是有累赘，怎么呢？今天刚要结婚，我七十多了，刚要结婚。对，其实就是今天晚上就要结婚。谁呀、啊？坦桑尼亚来一公主。您瞧这俩地方都够偏的啊！坦桑尼亚在哪儿？坦桑就挨着赞比亚。那我结婚，我带她一块儿就回家了，多好！人家是从那儿私奔出来的，能回去吗？哦，还回不去。哎，坦桑尼亚公主阿依土鳖。好家伙，坦桑尼亚公主也叫阿依土鳖。对对对对对、啊，全世界的公主都叫阿依土鳖。哎，好，这公主私奔出来了、啊。对对对，这是亲王的女儿。嚯，哎，萨马兰不让骑的亲王。是不让骑干嘛呀？让骑不让骑，让亲王，咱不是叫什么啊？亲王的闺女。哦，跑出来了，是美艳无双，就那么漂亮，好看呐。哎呀，二十出头，不大。哭着喊着非要嫁给你，你也答应了，就是今天晚上就入洞房结婚。那怎么着？今天下午你就得赞美亚，我就得走了。你就走吧。那真走吗？那怎么办呢？啊，这会儿就看出我来了。您怎么了？咱们是哥们儿啊、哦。我三十来岁，是你七十啊、哦？你那媳妇二十多是吧？啊，你想吧，是吧？我是得想想吧。忘年之交，跟我是忘年之交，跟你忘年交啊？那就去吧，事业别耽误了。是我给你买那个韭菜色的大衣。嗯，芹菜色的帽子，请你看的时候京剧掉金龟啊，又请你喝了碗王八汤送你走。哎，我好不了了，我踏踏实实走，这媳妇儿我替你照顾着，你照顾着，送你到首都机场。哦，到那儿下雨起飞不了，最近净这事啊，送你花你管。为什么呢？几年后你回来我得对得起朋友啊。这叫朋友啊。半夜十二点我跟屋看电视啊，动物世界交配的季节到了。我这毛片那么管用呢？感情，动物世界是动物世界吗？这个，我都愣了啊！怎么电视台演这个节目呢？嗯、啊，网上都看盘才有这个呢。就说是，正看着呢，噔噔噔敲门，嗯，门口喊了 ，Hello， 公主，她来了，那来了不怕呀？啊，在我心里边就如同有太阳照着是一样的，就那么敞亮。打开门，嗯、
他馋了，他这是公主画的这漂亮，好看。灯下看美人，越看越精神。那倒是，你媳妇儿捯饬的描眉画鬓，红嘴唇，哦，穿着很简单的衣服，还简单的衣服，特别简单啊。嗯，哎，甭说是什么样，你那样吧啊。嗯，在那边 ，Hello， 哦，公主，什么事？我连说带比划啊，那这是我英语不行，他英语也不行，是吗 ？Hello， 哎，奶睡不着觉，呵好。保定那边的呀，感情聊会儿天吧。啊，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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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进来了。嗯，他坐在那边，我坐在这儿。嗯，桌子上点一根蜡。啊，看着窗户外边的星星，挺温馨。他看着我，看着他，都挺高兴的。啊，公主。嗯，怎么着？那个半夜里睡不着觉。嗯，你给我唱个歌吧。你瞧，我哪会唱歌呀？那也得唱啊。公主说出来了是吧？嗯。那《满江红》啊，怒发冲冠，凭栏处，挺好。哪不听这个？《满江红》都不听。这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这什么话？再换一个啊！三国纷纷，民不安。京韵。这是他娘的什么玩意儿？还没有听懂的。未取真经独怨鬼，三藏西天善事来为。这是他家的什么玩意儿？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啊？你听听点通俗的吧。啊，通俗的也行啊。一更一点，鼓打一当锣，青楼的妓女两眼泪如锁。听好听，我还喜欢听，就爱听这个呀。再听这个啊，潘金莲解开了牛畔，嗯，露出了粉梗，嗯，前心而半露，他那兜兜是大红，哦，再听，你好上瘾了，就天天的给他唱这歌啊，没有别的，尽朋友之间的交情，这叫交情，那错不了。哎呀，五年后，哦，我们接到了河南洛阳发来的一封电报，写的什么？说你要回国了，我刚走到洛阳啊，我。五年我打章丘走到洛阳去。不是你去了赞比亚了，那我干嘛闹呢？你回来之后飞机有问题就落到河南，我就落不到北京合着啊。这很正常的事啊。啊啊，接你吧，上河南。哎，接回来一瞧，五年了还很精神。那是，手上戴着大铜戒指。我真去了。哎，满嘴牙逛里逛当。哎呦，就是没少喝那个恩西瓦啊。哎呀，方便面都搅和的。嗯嗯，接着家里来。哦，你坐的正坐啊，那是主人。我坐的下垂手，嗯，客人吗？这边坐着公主，您的太太，我媳妇儿。这边是你四岁的儿子。哦，你先等一下。我走五年，有一四岁的儿子，世界多奇妙！什么奇妙啊？你都没往心里去，我不在乎这个吗？出过国的人眼界开阔。哎呦，又何况你是喝过恩西玛？哎，这嗨，帮帮面都闹的。打手上把这大铜戒指摘下来了，哦，啪，放桌子上。哦。这不是一般的戒指，怎么呢？这是一个测谎的戒指，戒指测谎，谁说谎戒指就会响。那这对了，从我开始。错，我在赞比亚很幸福。怎么样？看着戒指，嗯，对，这就不对了，说瞎话了。那是公主啊，我特别的想你。嗯，对，还是瞎话。孩子也说了，我是个乖宝宝。对，一句实话没有。该我说了啊，你说说，这孩子跟我没关系。怎么样？你看着近，嗯，炸了去。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西征梦》，表演者郭德纲、于谦。都是听相声来的，哎，人不少啊，嗯，我很欣慰啊，老词儿，多来吧，嗯，多捧啊，对，多捧他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相声演员，于什么来着？忘了，于谦，哎，对，于，我对不起啊，我不总看这个《法制进行时》，你知道吗？进行时有什么关系？闹不清。于谦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没有，大伙儿多捧，我托付你们了，谢谢各位啊，谢谢，多捧。这位还真相着我。我很喜欢你们这行，
相声好啊，好，弘扬真善美，对，藿香正气，对。什么叫藿香正气、啊？就是有那句话，藿香正气什么？您说的就不对，哪有药材相声？反正好，说相声好，好就完了吗？太好了，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啊，我坐行你们这行子。嗯，这什么词儿啊？这个坐行这行，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哦，您不是干这个？你不知道？我哪知道啊？哎。你瞧我这身军装，哎，您这军装啊，这是？我是一个军事家。您？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哎，都知道啊。您下去，下去，下去。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军事家，军事家上桌子干嘛？你看，您干嘛呀？敬礼。您这是敬礼呢，这是。经理，怎么了？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您这经理干这什么呀？您这是？我今儿是没带着枪，知道吗？带着枪？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我早秃噜你了，我告诉你。你也得有那玩意儿啊！手榴弹一块钱六个，我先扔你100块钱的。嗨，没那么便宜。不尊敬军事家啊！这到哪儿去？呼啊！嗨，知道吗？行，打枪。手枪，崩弓子都有啊！什么军事家呀？您这是不同的战况，不同的兵刃，知道吗？嘿，你不知道啊？我可不知道。你看，嗯，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没听说，我是老河部队的。什么部队的呢？老河部队。老河部队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哎，你不看电视啊？电视上有吗？世界有老河部队啊。嗨，维和部队。什么叫维和？维持和平啊。老河呢？不知道。老得维持和平啊。哎呦，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啊、这部队。我说实在，老得维持。说实在，我跟这外行啊没法说，知道吗？说相声在这儿，厕所在后头。您这干嘛呀？紧紧我这武装带，武装带都杀里头。你不知道啊？不知道。1997年，啊，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嗯，都聚在一块儿。什么叫法人呢、啊？您这各国负责人啊，这首脑，对，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吃早点的日子，首脑，首脑。大伙儿聚了一堆儿啊，大伙儿开会啊，世界上乱，哦，净这些捣乱分子，知道吗？捣乱的，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成立一个老核部队，维持世界和平。啊、哦，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哎，这不嘛，其中就包括我。哦，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有我。哦，有我，当时就定了，就是找一地儿培训吧。培训得找一个哪国家？上哪儿？瑞士，瑞士不干。哦，我们是中立。哦，不掺和，不接待这个。哎，法国怎么样？不行，法国忒浪漫，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您上那儿干嘛去？日本啊，吃生鱼片怕闹肚子，全毛病。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国家，美国通县。通县。通县是国家吗？通县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许你侮辱通县。怎么了？通县永远是我家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嗨，你这都不爱他，这都喜欢在通县这儿。喜欢就去吧。你都跟这儿，大伙儿聚一块儿，全世界挑来的。啊，我们这100来人都聚在一块儿，上通县了上课。嗯、啊，跟我们上课的老师谁呀、啊？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哎。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别说了，这五星都上将了，怎么还下士？他上完将就下士卖去呗。好嘛，卖大将来，卖大将干嘛？没上士，老师，早晨都站齐了，啊，站齐，大伙儿先做操，知道吗？他练这个，先做操，嗯，然后做眼睛保健操，全想起来了。都做完了，嗯，唱校歌，校歌都站一块儿唱。哦，你本是关门后上当的人品，是真秀啊，敢领我播放的诚心，别唱了，别高腔，什么高腔啊？
啊，这詹姆斯下世教这个，这我们校歌，校歌啊，校歌评戏，哎，校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哦，人发一本《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哦哦，就看这孙子这东西啊，说实在，哎，太不礼貌了，您这。子兵法是啊，他就叫这名字啊，学都学完了，学学了有一年多，嚯，毕业之后啊，就地解散，呀，下那么大功夫学，然后解散了，也没有单位要我们，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怎么弄这不是？先解散吧，先解散，都找点事儿干吧，哦，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嚯，都散了，那走吧。后来出事儿了，出事儿，美国有一大楼，嗯，咵让人飞机给怼了。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都闯了，世贸大厦怼烂了都啊！急了，布什总统这才急了，急了，这才着急哦，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2斤，不至于，找吧啊，找军事奇才，带兵打战啊，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我找，还世界一片和平，嘿，哪有啊？没有，不好找。人才少，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什么名字呀？跟总统说啊，中国北京好有一郭德纲，找着你了不起，军事奇才，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嚯，上炕认识娘们，下炕认识鞋，嗨，你就这能耐了，你就这，找吧，找我难了，怎么呢？我没有电话。我没电话，没电话，我用 BB 机传呼台都停了，你知道吗？什么通讯工具？就这么难找，他们愣找着我，下功夫。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哦，哎，后边有人来我，哦，哎，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哦，呼，一女的，啊，漂亮啊，嗯，外国人，呵，金发碧眼，漂亮。我说等会儿啊，嗯，喂，哎，没打通，多少钱这个？啊，没打通多少钱啊？公用电话。那什么，我是郭德纲啊，怎么着，郭先生你好，嗯，你和不对对啊，您刚金发碧眼呢，废话，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闭眼瞎子呀，对对对，那才漂亮什么呀，好看着呢啊，嗯，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搭档的事儿啊，啊，让我来坐坐坐坐来，马路边上就坐下坐坐，什么意思？啊，你打算花多少钱吧？说，嗯，给你1000万美金，嚯，让你打仗去啊！行，这事儿成，这干得过啊！行，起来吧。什么叫干得过？起来吧。你代表了吗？代表了吗？我看看啊，连表都没有，掏出一表来。嗯，一摁，叮，现在是12点。来，拿着啊。没吃饭吧？没吃饭吧？到点吃饭，咱们吃饭去吧。嗯啊，凯宾斯基，嚯，不能丢中国人的脸。那倒是，凯宾斯基。上草地上，旁边那削面，哎，嗨，刀削面，来走，吃饭去，坐在这儿，来四碗面啊，四碗，三碗大一碗小啊，他吃一碗小的，嗯，我吃2碗大的，嗯，还一碗呢，打包，我媳妇还没吃饭，好嘛，一家子饿嗝，伙计，啊，你拿辫子算过来啊，还吃蒜，包蒜，嗯，吃饱了喝足了，商量这事儿，我说行。我说去可以啊，空口无凭，知道吗？立字为据，哦，还得写字据。掏出合同来了，嗯，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嚯，明晃晃，多人耳目，嗯，冷森森，要人胆寒。这杆笔啊，是笔吗？这个30来万是吧？嗯嗯，好，许久没写了，啊，签字，嗯，你得先给我点钱，管人要钱，得给定金呢。哦，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个黄了怎么办呢？嗯，是不是有定金？他说先给一部分。是定金，可不是给一部分。这个说有给十的，啊，10%，给15%的，15%，20%的，20%，30%的，那30%啊，我得给50%，那都不少，多吗？50%不少。哦，行，那我干了这事儿啊，给我吧，啊，把这50%给我，我看看。对，是这个。不，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啊，1000万50%，怎么就一张啊？嗯，就一张50%的。就50块钱呢，美金，美金也不像话呀，这行了，就这样吧，啊，这事儿定死了啊！你别忘了10号，你到机场有人接你。我说10号，查着你去哪儿？嗯，我回大使馆。我回大使馆。你怎么走啊？嗯，我坐300。哎呦，坐300。
回大使馆呢。这燕莎这块凯宾斯基这儿没有三百啊，就是啊，有一辆区间的。嘿，好嘛，这外国人这还挺熟。来，我搀着你，我搀着你，搀着你，给他搁车站，赶紧回家，回去吧。给我媳妇说这事儿啊。啊，你没见过媳妇儿？没有，漂亮。是啊，高个儿，嘿，大脸盘子，嗯，粗眉毛，大眼睛，黑灿灿儿。哦，他是没胡子，有胡子跟张飞似的。我看的呀，还告诉你媳妇儿，这回咱发财了。怎么？$1,000,000，有钱了，挣了之后回家，咱什么都不干了。啊，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开什么店？咱们干一公司，做买卖。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嗯，当老板，嗯，天天前面雇十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干嘛？我挨个骂，过瘾呢，这我要报仇。啊、哦，天天骂着带红箍骂，我就不骂这扫厕所的。干嘛？我媳妇扫厕所的。哼，换工作啊！我得给你安排安排啊！啊，给买5块钱馒头，啊，买2块钱油条，哦，买10块钱的水疙瘩。50块钱也不禁花，不能多花，差不多了啊！嗯、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都吃水疙瘩。周日翘点青豆啊，嗨，不怎么样。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嗯，都7号，7号，他让我10号走，哎，3天，我得赶紧去，来不及了，就走。哎，太早了，我住着远，我住在石景山里，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我走着去吧，走着上机场啊，走着去。到机场一瞧，嚯，啊，直升飞机，听那好啊！你这玩意儿啊，直升飞机接您一人啊，嗯，顺小梯子上去，前面坐一个，那叫什么呀？驾驶员、飞行员，对对对，戴大皮帽，对，风镜，哦，大口罩，军队啊，嗯，口罩挂着一耳朵，这耷拉下来，那不是口罩啊，皮夹克，嗯，大皮靴，飞行服啊，嗯，坐着抽烟呢，嚯。嗯，别抽了，来了，咱走啊，走。直升飞机也摇玻璃呀？您这什么飞机这是？这干嘛？把手套戴上啊、哦！你坐稳了，坐稳了，知道，坐稳了，我吊着，吊着好了。他这个椅子这有根白绳子头，头一蹬这个。这飞机也是柴油的，直升飞机，哼，我痛快啊！哦，好啊，往下看，哼，啊，祖国的大好河山，嗨，我很痛快，嗯，飞了10分钟，飞机缓缓下降，那怎么就落下来了？加油！飞10分钟就加油啊？开到加油站去，啊，加油站的女的还喊了，嗯，往里来，往里边来，往里边来，这边。掏出钱来啊，加30块钱的，好嘛！您这飞机怎么加30块钱？有那能烧得了？油箱小，小也不能那么小啊！拿过那大枪来啊，屋里头看那表，啊，走吧，也就这么会儿。一蹬绳头，突又起来了，开了有40来分钟啊！回头问了我，哦，你去过美国吗？没去过，你是没去过，你呢？我也没去过，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俩不认道的，这怎么办呢？这啊，要不咱俩问问，问问，哎，问问吧，问打听道啊，你捏闸呀？您这越说越不像话，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下去了，下来吧，我下去问吧。嚯，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美国西部还有庄稼地，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哦，我赶紧过去。嗯，嗨 ，Hello， 会这 ？Hello， 嗯，老头一回头，嗯，打，好嘛，刚到东北，这是哪儿啊？问问吧，铁岭。铁岭。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还有站呢。老张，嗯，大爷，美国怎么走？问村长去。村长知道。估
计他不认道。干嘛估计？就是不认道。从植物学的角度说，他不认道。嗨，这爱植物学什么？我一个飞机上，我们俩商量这怎么办呢？啊，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指南针、指北针、指东针、指东南北针，哪有那么些针？各种仪器，指北针、定位仪器、雷达、什么测谎仪，什么都拿出来。要那玩意儿干嘛呢？你说你这都落后，这都用不着，这还落后？去那儿完毕就先进的办法。什么先进？扔鞋吧。哎，走，奔这儿看。您这比那还落后呢！我听你的，突都起来了，直奔美国，不够折腾的。开了半年多吧，半年多，加了70,000多回油，小油箱，终于到美国了。啊，还真到了。飞机上往下看，没错，没错。怎么？底下横幅写着呢？写什么呢？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啊！郭德纲师傅，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啊？飞机缓缓下降，嗯，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啊，还跑，刹车坏了，嗨，跑吧那就，这不行啊，停不下去不行啊，啊，把门开开，嗯，咱俩把腿搁外边秃噜着，这当刹车呀？啊，秃噜几圈就行了啊？没听说过，他真听话，开开门把腿搁外边秃噜了，我攥他，我腿可没出去，好嘛。终于停住了，他都磨到大腿根了。这位还真实诚，行吧？谢谢啊，谢谢啊，甭客气了，你这算工伤啊？行行行，我走了，我走了，走不走？你慢慢往回蹦吧，你啊，不得蹦吗？打飞机下来，嗯，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哦，穿着制服，嘿，中山装，见您来了，大皮包，啊，戴鸭舌帽，过来，白宫的这是。哎，您是郭先生吗？我说对，是我是我，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那是啊，接下来了，嗯，好，等您好好些日子了哈。飞了半年了啊，刚才看您盘旋半天，嗯，估计是您快到了啊。太好了，咱们走吧。嗯，总统都急坏了。哦，好，接我那车呢？车，咱们打车。美国打车呀？打车，行行，这儿有车，拦车，这1.6块都不能坐。美国出租也1.6块啊？总统好算计，这不给报啊？哎，1.2块的来了，1.2块的来了，1.2块的吗？车门开开，嗯，我才不坐头里呢，怎么坐头里得结账？嗯，坐后这份算计，靠，嗯，车直接奔白宫，嗯，一会儿功夫到了，呼，这个白呀，刚刷了浆啊。你管着人家，管不着人家。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有男有女的。哦，弄的兜子都准备好了。是是，记者呀。哦，媒体对吗？哦，我要留神说话。哎，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对，丢中国人的脸，想得周到。往下一走，嗯，这帮人全过来了。说什么？师傅要盘吗？卖盘的呀。这是媒体吗？这个。你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你这哪儿有啊？他们迈步往里边走，嗯，正当中大水池子啊，洋灰池子里边假山哦，呲水，白宫里头底下有横幅，哦，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嗯，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一辆一辆的，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上台阶啊，上台阶，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哦，上去之后，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哦，看我来很高兴。嗯，白了您呢，领着钱您呢，没喊脱光啊？哎，脱光了，那不澡堂子是怎么？你还懂这个？啊，礼貌啊，礼貌。来在里边，我说总统呢？总统在内屋呢。嗯，推开门，四目相对，不时很激动啊。哦，你也大太赖你啊！我说对对对对，干啥去了你？行，别龟孙，别说了，骂街，有事说事啊。什么呀？啊？你说，您说什么？布什怎么这味儿啊？布什请了一个家教，是河南人。嘿，不怎么样，还以为这就普通话呢。啊，我说怎么着？挺好啊。啊，有人没瞧见你了？你这还说啥？这等着你嘞！打仗的事儿，你行了行了，你打着你啊！普通话怎么样？啊，这他说不了，说不了意思。您学普通话得了，说不这么利索啊！我难受啊！行，我这事儿干得过啊，干得过，我应了啊！正说着呢，不时这儿身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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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哔哔机响啊！不时那台没停，这啊，阴险呢，嗯，阴险。
这练着。嗯嗯，饭已准备好，请速到食堂就餐。什么事儿都这个。郭先生，咱吃饭去吧。啊，吃饭。嗯，吃什么呀？啊，我一点都不饿啊。你说吧，吃什么？今儿为了你来吃海鲜来，天天的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吗？行，龙虾行，龙虾我今儿吃你的啊，好东西，跟那块走。嗯，哎，地下室是食堂啊。哦，大玻璃柜子，大龙虾，好家伙，这么大个，嚯，大龙虾。哦，今儿我算来着了，吃吧，我玩命吃啊。嗯，今儿不就干的我，你知道吗？光吃龙虾，吃饱了没玩命吃，坐在这儿，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哦，就这龙虾碟子一米四，大呀，好，光龙虾我算着，啊，一千来个，包吧，呵。小龙虾呀，妈呀，行了，太辣，这点出息吧，太辣，吃，高兴啊，嗯，那个郭先生，先别慢吃，嗯，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我说赢了，死啊，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嚯，你瞧，嚯，委任令39号办，嗯，不行。不行，这不行，是不行。我穿四一的，啊，买鞋的似的。正说着呢，啊，听地面上，哦，又，敌人进攻，啊，这就来了，恐怖分子来了，哟，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太明目张胆了。是，难道说不把军事家？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这是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啊，我去，你去，推开我这龙虾盘子，哎，迈步来到楼上，嗯，远处硝烟弥漫，哦，这可不行，哦，我什么都没带着，万一伤着我怎么办？啊，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哦，德国钢盔，帽大眼小，白地红花，嗯，拿起来扣脑袋上，钢盔，呼着子弹打过来，当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叮当叮叮当，呵，我高兴了，杀呀冲啊，加里个滴。什么吧？我正高兴呢，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啊！吃饱撑了不睡觉，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我忘了。看您受累了啊，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人，是打心里高兴。嗯，这个人大伙儿也都熟悉，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是吕辩老师啊。嗯，您说清楚了成吗？我这没听见了，听着怎么那么主肾呢？说的这么肮脏啊！您说清楚，大家都认识你啊，大家跑，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今天叫你认识认识我。嚯，你要干什么？你不认识我呀？我真不认识。我把钢弹撕掉了。啊，不认识就不认识吧，啊，因为跟您没法比。您这话说的真的啊，这是个了不起的演员，不敢的，真的干这行干了好多年了。嗯，您算老前辈了吧？哪儿就老前辈了？真的不算。北京有句老话夸您，嗯，说您是隔年的兔爷。这怎么讲？老陈人，您瞧这俏皮话，阎王爷骂判官。怎么讲呢？老鬼，这有点暧昧了。王母娘娘夸寿星，怎么说？老宝贝儿，财迷看文物，这是老货。哦，去年的麻雷呀，怎么讲？老炮儿。哇，大海飘来木鲁鱼，这话是浪荡江湖老帮啊。什么乱七八糟？哪儿有好词儿啊？这像您这样的，应该称得起是一线艺人了吧？对，到不了。你客气，没有一线，怎么走地铁一号线？哎，好，我还改不了线儿呢。二 B 出口，过去，过去，我左上那口，好吧，嗯。与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怎么这意思？见您一面不容易啊，请教点问题。您太客气了，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您这话问的，当然也可以啊。你别骗我，你站稳当了行吗？你就
啊，咱好好说话。不自信，也不自信，只要努力都可以。我很愿意成为一个就是，就像他们似的，特别有钱，啊，特别了不起那样的。这想法行吗？这没问题，可以是吧？这想法正常。有一天我也荣华富贵啊，这个不丢人吧？这有什么丢人的呀？吃好吃的行吗？能啊，有钱怕什么？怎么了你这是？列位啊，有一天我就可以那样了。啊，哪样了？您这是山珍海味，哦，吃香的喝大的，哦，你等会儿，喝大了像话？怎么说？吃香的喝辣的，吃香的喝辣的，对，颠撒炒凉，就会五个菜，还有别的呢？还吃别的吗？手抓羊肉，哦，这个比较这行吧？可以解气。哎，手抓火锅啊？要疯了你这是手抓火锅，手抓筷子涮火锅，好家伙，说清楚，这么大的紫铜锅挂西里儿，哎呦，热气腾腾啊，白菜啊，粉条，冻豆腐，冬瓜，没肉啊，这俩个清粉啊啊，没肉，素火锅，哎哎，涮菜的嘛，吃完之后上肉，后边吃肉，鸭架子熬白菜，哎，就是骨头拌鬼子姜，哎呀，拌萝卜皮，开水冲团粉，搁点白糖，哎，什么吃吃的？可以呀，啊，好吃不如爱吃，就这么点鸭架子，我发了财就这么干，你我还要穿好衣服，也可以，三接头。什么年代的穿三接头皮暖靴，皮暖靴猪二眼儿，什么玩意儿这是？猪皮鞋俩眼儿啊，这叫猪二眼儿。83年流行款呢，嗨，83年流行款的，那不是来个貂皮的内裤，多扎得慌啊，这个暖和呀，那倒是保温。你再有钱，你穿过貂皮裤衩吗？没有。咱来个貂皮的裤衩，暖和，太暖和了啊！撒那尿都40来度，好家伙，里边插一热的快的吧。你的眼神都出卖了你，你特别的崇拜我。我呀，我受不了那个貂皮的裤衩，狐狸皮的背心，哎呀，黄鼠狼皮的大衣，哎，穿好了一上街怎么样？鸡鸭鹅全跑，好，不跑怕你给逮了去。有身份，嗯，来50辆三蹦子，干嘛呀？铁丝裱好了，我坐在上面上街一跑，谁还上欢乐谷啊？就开着那玩意儿跑啊？那是哪儿都能去，上街，上街，出国就行啊！你还出国？对啊，上哪儿？哪儿都行。美国？哎，怎么了你这？你以为我没出国呢？你不说出国，您上哪国？安国。哎，安国，就是出药去那地方是吗？对啊，到那儿吃药去了。眼神都出卖你，我怎么老出卖我呀？你对我客气点，我干嘛对你？尊重我，对你有好处。凭什么？我你尊重我，对我好，我念你的好。有朝一日我要是去世了啊，我这个大存折就是你的了。你干嘛传我呀？我大存折，哦，知道搁哪儿吗？哪儿？乾清宫正大光明那匾后头。你少来这套成吗？这我一闭眼我完了啊！请会计，这会计信用社就来人了，嚯，还住村里，搬梯子上去，哦，正大光明的匾后边，大存折，破都图，哎，对，打开一面，怎么样？传位于四太子于谦，哎，去，没听你少占便宜，这我明白，知道吗？这是雍正传位于胤禛，对，啊，这个事儿就得胤禛，哎，什么呀？一定要胤禛呐！这好，还大舌头。胤禛之后，你就了不了，大存折都是你的，你就是雍正。我干嘛呀？你叫甄嬛，那些个娘们都是你的。好家伙！哎呀，您这点理想搁我身上可不行。拿着大存。
唱歌，你就成功了，你我哪儿就成功了？溜成功了，知道吗？哦，哎，我这大孙侄那错不了。嗯，人人都希望成功，我也希望成功。那怎么样？您现在成功了吗？啊、哎，那不能轻易的回答。你记住，人跟人聊天，成功了，我成功了，马上一说，绝对没成功，是吗？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出口，哦，必须要思考，深思熟虑，我得好好考虑。您怎么样？正考虑着，哎，正考虑着。喂，哦，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啊，我现在正在通往成功的不归路上。那就成功不了了，您这早晚会成功的。哦，有一天我会像成吉思汗一样，哦，征服全世界。嚯、哦，我给自个儿刻了个说，嗯，成吉思汗，啊，成心，什么成吉思汗？我就说有朝一日我会成功的。啊、哦，你一定要跟我客气客气。我当然了，成功不是说来就来，慢慢来。哦，当初也有过不成功的例子，也坎坷。我们家门口当初有一个修脚的4S 店，哎，什么乱七八？你先等会儿，你先等啊。修脚的还4S 店？对呀、啊，修脚连锁，干好多家呢、啊。这还连锁？还是我去报名，人家招人。啊、哦，哎，去了之后，主考官看着我。哦，好，小伙子条件很好啊。嗯。给你出个题吧。好，最短的时间内让我记住你。哦，这可太简单了。您行吗？我抡圆了，哇，太好嘛！给人一嘴巴，扭头就跑。是啊，我刚到家，嗯，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是、啊，请你立刻马上回来。哎呦，您怎么样？我想了一宿，我没敢去。那是，就这时候犯聪明了。嗯，幸亏没去。哎，好在呀、啊。嗯，时时刻刻都有人提醒我，是吗？不至于让我走歪路。那您还是有朋友，这个朋友可不是外人。谁呀、啊？你弟，我兄弟于老二，名字不太好听。于谦的弟弟，就是啊，行二。嗯，当初他的出生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是吗？他弟弟于老二出生的时候，他父亲还做了一个梦。哦，梦见来个神仙，嗯，拿着一块无瑕的美玉，嚯、哦，马上要生孩子了啊，这块玉。赠予你好招，日后这个孩子了不起。嗯嗯，赠予你无瑕的美玉，是正因为啊，嗯，赠予了无瑕的美玉，是所以你弟弟的学名叫于雨玉，多难说呀这玩意儿。我跟于雨玉什么人？哎呀，都连骗子嘴了啊！不好说，不好说。是是是啊、你兄弟媳妇儿也熟？哦，他你也熟。于老二的媳妇儿，他叫铁锤。好家伙！娘们指定多硬气呢，大名叫王刚蛋。哎呦呵，哎呀，还是叫小名吧。啊，是个才女啊，还才女呢。大学一毕业，发誓走遍天下。哟哟，坐着车哪儿都去，有理想。后来有一次路过山东枣庄，嗯，夜车不停，好家伙，自个儿趴火车上，铁道游击队出身吧，这不。到北京认识了于雨，哎。认识的过程也很艰难，难说这个啊。嗯，俩人结婚非常好，是吗？我跟他们两口子是好朋友，哦，都不错。哎，俩人也喜欢我，好。一提我，铁锤挑仨大拇哥夸我，这六指都不是了吧？这个，把两口子喜欢，我们仨有交情，啊，就好就一起聊天，一起吃饭，啊、一起谈理想。嚯、哦！啊，我们还一起经历过河内三日游。哦，上越南河内玩去，永定河内泡去。哎去。掉永定河里了似的，跟人玩牌，我们仨输人钱，啊，账主子堵着门要，我们仨没辙了，在永定河泡了三天。好，什么人呢？你好交情啊！他们两个人鼓励我，是吗？你弟弟也说了，说这是于雨玉先生。哎，行，别提这名字，你一定会成功。他说郭德纲，你记住，你记住，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很难看。哎，好嘛，这就活不了了，算是。铁锤也鼓励我，他怎么说的呀？德纲，嗯，咱们平胸而论。哦，这你先，你等会儿，你这有点不公平吧？为什么？你肯定论不过他呀。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哎呦，你想他叫铁锤，也这叫干什么？什么都没用。他叫发面，我还好点。行了，说错了，知道吗？凭什么？凭心而论，凭心而论。对了，你要不成功，就没有天理。哦，哎呀，说的我呀，这个心里热乎乎的。哦，我一定要努力，我要充实自己。是，我给自个儿拉了一个单子，我写了个计划，要做功课。还真好。首先，嗯、我要多看光盘。哎。
您是怎么想的？您能告诉我？多看光盘就能看。不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光盘，那是您想象的那种。哎，对，对，就是那个、啊、场景很简单，也没有什么人家。那就是我想象的。咱俩说的很有点问题。场景很简单，你那是几个人？就看你喜欢了呗。我那是一个人，一个人，跟你看着不一样吗？我看见都没人。看见的家具展示，不是看什么盘，就是那个专家，那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人啊，站在那给大伙讲课，那个教导你怎么怎么样能成为人上人，那个啊，这现在倒是不少，这有那个吧？有，别说那叫什么励志的什么讲座，那这有什么意思？好吧，要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呢，你涉猎的比较广泛。哎，您这个看，我要看这种励志的讲座。哦，看这讲座，听人说哪儿有卖的啊？首都机场。哦，那边净放这个。哎，机场卖书的。对对对，旁边都有一电视。哎，老讲给你演这个。去吧，您上那儿。大家出来，三趟地铁到四趟公共汽车。哎呦，机场辅路下了车啊，那儿咱有人有势力，有朋友。我有同学在这卖西瓜。这什么势力？找了借自行车，骑到首都机场，存好了车往大厅这走，嚯、哦，见着保安先问，老贾，哪儿卖站台票？你去过飞机场没有？没有。哎，还是我说没有那儿找站台票，他都没理我。是啊，瞧不起我。我心说你等着，等我学会了拼音，我非上网骂你不可。这嗨，您还真有理想。那过不了，还学拼音？早吧，买水果的。哦，卖这个卖那个的，哎，有一小书店找着了，旁边有一大电视啊，电视里的专家，大长头发，嚯、哦，跟着正讲呢，讲课，说话好像不是特别利索，怎么说呢？我们倒要想一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说的太好了，什么呀？谁知道去？哎嗨，转身就走，就听一句就走了，一句都没明白，听多了更坏。哦。那就走吧。我们倒想一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就这一句。哎呀，值钱就值在这句上了。是啊，往外走啊，骑自行车奔机场辅路还车回去，跟同学说你能不能送我一西瓜，还跟人商量这。他说不行。多辛苦。我笑了、想一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嗨，活学活用。你看看这就使着了。怎么就使着？哎，三趟地铁四趟公汽车回来了，往回倒，心说我打这儿起我就要成了一个人上人了。什么呀，我不能把时间全浪费了、尤其在北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好好的学习。是走来走去走到西直门桥了、站在西直门桥上，我非常的感慨。怎么这他妈怎么下去？哎嗨，走晕了。您这是？我还很年轻 啊，我不能死在西直门桥啊。至于不至于？这玩意儿谁设计的？哎，下不去了。我怎么会上来的呢？就是啊，一天半我终于下来了。好嘛，差点死那儿。走来走去走到了宣武门。哦，不近。这个地方叫菜市口。对，我特别感慨。是吗？很多高人都死在菜市口。说说当初这里是刑场啊，戊戌六君子死在这儿。对，谭嗣同死在这儿。是，张文顺死在这儿。谁说的？你先等会儿，张文顺死在哪儿？说相声张文顺吗？没有，不可能。有一什么顺死在这儿啊？肃顺死在那儿。张文顺说他死那儿了吗？张文顺跟你说他死那儿了？您这什么思路？这是？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看您是学晕了。站在菜市口十字街头，我很感慨啊，这个地方文化气息非常的浓郁。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死在这儿？天地之精华呀！嚯、我缓缓的就跪了下来。你跪在马路中间，所有的人马路边的都赞美我。怎么说？你有病你！这是赞美你的吗？这个站起
身往前溜达，啊，走来走去又走到前门了。哦，我喜欢这一带，怎么？我喜欢这些个传统的古建筑，那是我喜欢那七八条胡同。哎，对，妓院那是怎么着？说这么难听，不是八条胡同吗？反正我喜欢这个地方。哦，看来看去，这个地方我认识。哪儿？海金花办公旧址。哦，您还认识那个地方？哎呀。站在这儿脑子里涌现了很多英雄形象，是杜十娘，嗯，玉堂春，哦，苏小小，在心花，哎呀，全是妓女啊，这是不要说这么难听，有技术的女人，什么乱七八糟，太会起名字了，您。我站着突然间刮了一阵风，哦，一只很大的蝴蝶落在我的头上，哦，好漂亮的蝴蝶，嗯，还是豹纹的，一会儿这是谁的裤衩啊，哎您这看清楚了吧，这个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给了我这么一个特殊的礼物，谁给你礼物？我是不是要走菊花运了？哎，菊花运这运多骚气啊，这个有一文明词吗？啊，命犯菊花吗？啊，这还桃花呀。哦，对不起 啊命犯桃花啊，就是色儿不一样。揣好了，我带着 啊我得找朋友聊聊天，问问鱼鱼这嗨是怎么看这件事情。行了行了，我们就问了。我到家一砸门，鱼鱼鱼，哎呀，鱼鱼鱼鱼，没有拿绕口令叫门的，快点，再不开门我舌头抽筋了。好家伙，进来了，两口子正吵架呢。你怎么了？铁锤很不开心。铁锤，玉伦啊，你让德刚听听啊，这些年你对得起我吗？怎么？当初跟你我也是啊，一时糊涂哟。你告诉我你是河北华侨，我就信了。什么乱七八糟啊！河北华侨啊，这你说说你啊啊！咱就说一小事，你给我买那戒指。嗯，人街坊人哪个女的买的都是黄金的呀，嗯，翡翠的呀，嗯，人街坊二姐那个，嗯 ，A 翠的，那最好的。你给我买这个，嗯 ，Z 铜的，好嘛，太不值钱了啊！于老二乐了，少来这套了，对你还不好。不行，家里什么好东西都是你拿着，对不对？哦，连我爸爸偷的传家宝都给你了，是不是？偷的传家宝，那是传家宝吗？那你少来这套。你还说了，那你们家传下来多少辈儿的了啊？什么羊脂玉的？哦，我还拿找人鉴定去了啊。专家说，你先甭问是不是羊脂玉的，是啊，说这个东西这造型啊叫玛丽莲梦露。对。不是什么古董，那玩意儿能是文物吗？我说行了行了，别闹别闹了，我来找你们是有事儿啊，把它掏出来。有一个蝴蝶，小天他别走了，从空而降，是不是说先兆啊？啊，你给我分析分析，还解释。于老师说这我分析不了，嗯，我带你找一高人去。谁高人？胡同口那儿，嗯，有一个算卦相面的大师。哦，有大师在那。于老二领着我出来了，去吧，拐个弯来。百年老店，谁？哎，写着幸福超市，这是百年老店吗？幸福超市会是百年口？大师那广告牌子啊，相面算卦修鞋配钥匙，这好，大师全能这是。我跟大师做一对脸哦，大师说先交钱，哦，交100块钱，给钱，给了100块钱，大师看，还怕是假的，揣好了啊。人的命分金木水火土，这听说过吧？比如说什么秤砣铁命，嗯，簸箕土命，哎，马桶水命，哦，烟筒火命，哦，啊，反正不一样，是是，对吧？看你这个面相，你今天要破财呀，哦，最少损失100块，神啊！那是，他怎么会知道的呢？多新鲜，你给人家了吗？这，哦，大师，那您看看我的前途，嗯，你现在打算去哪里？我想回家。哦，扎走，谢谢。完了，太神奇了。哦，站起来就走。嗯，玉玉跟着我。哦，走了两步，那对视一眼，是旁边有一台阶儿，坐台阶儿点根烟，干嘛？抽了20分钟，我问你弟弟，嗯，咱是不是上当了？哎，那就是上当了。于老二点点头。嗯，嗯，是，咱抽他去吧。啊，我们俩回来赖着大师这顿打呀，打人家太缺德了。嗯，你敢骗我们，也就是我们聪明啊，还聪明，换别人啊，嗯嗯，就照着屁咣这一脚，怎么样？脑浆子都劈出来了。好，脑浆子长屁股里了。今天不给你打出绿史来，算你没吃过韭菜。什么词儿啊？哎呀，也就你能想得出来这词儿来。上个拳打，下边脚踢。哦，于老二也跟着打。
别打，太欺负人了。你敢欺负我玉玉？你不问我玉玉是谁，想我玉玉？说不清楚了，这个。哎呀，这顿打呀，嗯，大师直哆嗦，估计是我们俩给打的惊蛰了。好嘛，打就叠起来了。回来之后，铁锤可批评我们两个人了。哦，太冲动，不能打，不能这样。哦、想一想，去过庙里边，大雄宝殿这四个字，你们有启发吗？大雄宝殿，什么叫大雄？嗯，佛家说能忍人所不能忍，叫大雄。对，你们得这，哎呀，怎么了你？对，以后我就是大雄，玉儿，你就是强空，嗯，你就是哆啦 A 梦，什么乱七八糟的，动画片嘛，这不是？就什么大雄？大雄宝殿，对，那个大雄，大雄宝殿，对对对对，啊，我打这儿出来，我觉得很受教育，是吗？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我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那是。所以我决定，我去看看车展吧。您这个思路很怪异，您知道吗？去看一看车展，看车展，接受一下这个新鲜的科学技术，是吧？哦，到车展之后把我们美死了。怎么了？每一辆车的旁边都站着几个妇女。哎呀，就看那句，穿着很简单的衣服，是啊，甚至有的还光着膀子。我这是不穿，身上画画，这叫什么呀？对，人体彩绘，太好了，是吗？这有的画的是梅花，哦，有的画的花鸟，嗯，有一个画的山水，对对对，哎呀，嗯，这是祖国的山山水水啊！这，大姐，我能触摸一下祖国的山河吗？别想了，知道吗？他说不行，多新鲜呢！好吧，嗯，但是看了一圈，我心里很开心，是吗？特别高兴啊！打车展出来，先买瓶奶喝，看出食欲来了，这是。说的这么肮脏，买喝奶了都高兴，心里高兴，一边走一边溜达，走来走去。哦，这个地方我认识，又是哪儿？嘿，赛金花办公旧址那屋头，您就在那附近转悠。溜达对面来一熟人，这是算卦的大师，他来推着手推车，哦，收废品了，哟，改行，一边走一边，这车怎么推这么慢呢？哼，你怎么推这么慢呢？他说。新车磨合的，我没听说过手推车磨合的，我都不爱理他。是啊，旁边有人叫我呢。嗯，旁边有一小屋，屋里点一小粉灯。哦，有一女技术员正叫我呢。别提技术员，洗头房的叫你。先生，进来坐一回啦。哦，进去了。哦、啊，听这说话，这南方人啊。啊，听着。啊，先生坐啦。先生在哪里发财啊？哎，我。嗯，这不能说小了。你得往大了说。哎，我是个什么大学的导师。哦哦，你是个屌丝啊？对，什么乱七八糟？导师？对呀、啊，屌丝啊！好，认准了，跟你聊到一块儿去。嗯，南方人吧？对，是啊，南方人啊。嗯，北方的气候能接受吗？啊、不好啊，北方的气候太干燥了。是吗？经常的刮风。对，那一天刮风把我晾在外面的内裤刮没了。哎呦！赶紧把口袋的拉锁拉上，还带着呢。啊，俩人正聊天呢。是，隔着窗户一看，来一警察叔叔。警察后边跟着推手推车的大师。哟，这是报案了，告了。你说大师怎么算出来我在这儿？废话，他看见你了。坏了，快快快快快快！里边赶紧解扣啊！快点，快点！我一解扣，他一解扣，好，你别解扣。你系上，我解扣，习惯了。快给我弄头，快给我烫头。啊，你有什么可烫的呢？啊，就说是你这个刮脸，刮脸会吗？啊，对，刮胡子。这有一盆，嗯，泡着衣服，抓把肥皂沫。啊，快拿刀来。是，没有了，没刀，没有刀吗？啊，有菜刀啦。没听说，这菜刀也扔快点。啊，拿着菜刀跟我这刺儿。哦，我这坐着门一开，嗯，警察叔叔跟大师进来了。啊，进来。你干嘛呢？啊啊。洗一头刮个脸有点倒霉也不嫌，哎，还顺口溜呢。你那衣服上有血呀、啊、嗯，本命年，这嗨，本命年出血呀、啊、说实话你们俩干嘛呢？嗯，哎，警察同志，你想我能干嘛？他这正规的都是啊。是吗？该长多寒碜是吧？哦，没这么寒碜的。这要是跟玛丽莲梦露飞个眼儿把我枪毙了我都认头。哎呦，跟他睡一年让我说对不起我都冤。什么人呢这是？是真的，那是。哎，对了，警察同志，嗯，这主偷我的手推车，那大师他偷我车，你怎么知道？你上，你不信你问他啊，你问他为什么推得慢，他准说磨合了。你问他，你怎么推这么慢啊？
我磨合呢。哎，你看是不是？哎，大师扭头就跑，警察后边就追，没法不追。我们俩这心算是放下了。我说你把刀撂下吧。他攥这刀，你真是一个人渣了。怎么了？你刚才说我的时候都想多了你啊。别好，没有说人那的，少来这套啊！你这不想一想吗？这一切都是为了怎么？这嗨，哪儿都用这个，就这一句话给他问住了。是啊，攥着刀傻了啊！你是在哪里看到我老公的？嗯。你这是抄袭我老公的话呀！好家伙，我抄他，他还不定哪儿抄的呢，知道吗？好家伙，我赶紧啊，去买创可贴吧。啊，这血都止不住了。嗯，旁边找个药铺，三盒创可贴愣没粘住，太大了。卖药的大姐乐了，要不你买包夜用行不行？哎嗨，行了行了，那不管用，你知道吗？少来这套，我懂。就是，那会把我这血都吸干的。这嗨。你说点正经的成不成？我想也是正经的，是吗？回家之后，我这小睡不着觉，怎么了？我在想，我这么年轻啊，嗯，我不能死啊！哦，我如果真失血过多死了，这有很多正事儿我还没干呢。什么正事？我不能死。嗯，过去来说，文臣死是为了尽忠，哦，武将死是为了尽烈，对，儿子死是为了孝，说相声死是因为卖不出票去。嗨。我不能死啊！你我有很多的能力啊！好，给我三秦城管，我能踏平东京，知道吗？好家伙！你得饶我一百个说相声，还你世界和平！哎呀，您净挑着精英了。嗯，有一天我能冲进东京，哪还了得？行吗？想看什么电影看什么电影。嗨，你也就这追求了，我还能吃好东西。吃什么好东西？米饭上面搁一鱼，那什么东西？这寿司，对，寿司的骆驼比马大，什么词儿？寿司。还有一种那个吃的叫什么？那个女的躺好了，身上搁好些饭的。啊、哦，您说那叫女体成？啊、怎么了你这？要死吧你？哎呀，有一天，哎，啊，有一天冲进东京，我请你吃那个，咱吃那个。哎，妇女躺好了，啊，这儿胶圈，油条，炒饼。哦泼一脸炸酱面，我的妈！手拿开了，肚子上来火锅，我就是，这非烫死不可。这想想都开心。是啊，迷迷糊到天亮，咣咣咣有人砸门，谁？谁呀、啊？啊，云云云！哎呀，打开门、啊，两口子都进来了。好、哦，铁锤气坏了，怎么？你管管他？怎么？你管管他？怎么了？他有外遇了。他玉月呀、啊，啊，铁锤对你这么好，还有外遇？是啊，那女的叫什么呀？叫什么？叫福子。好家伙，我兄弟该鲁班了。你这是要疯了你啊！说吧，怎么认识？不是我，嗨，其实就是随便认识、啊，没想到日久了生情，然后什么词儿啊？您这倒是啊，日久生情。对呀、啊，成语吗？日久生情。您别加那乐字行吗？哟，还不让乐呢？让乐了，让乐不让乐呀？让乐不让乐也得乐呀。好吧，好吧，反正是生了情了啊啊！我说这个不像话，铁锤对你这么好，啊、你这样做你不应该呀、啊。是，带我去找斧子去。啊，我一定要打抱不平。你他头里走，后边跟着。哦，拐弯抹角来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是斧子出来了。他拿手一指，我说了句话，我扭头就跑。他说什么？你真是一个屌丝啊！这儿等。